大家好，我是萧敬腾，我是林晨曦。想知道更多我们的消息，请看七月号台北 Woman。变立体，飞了进去，穿越过时空，满街人群，戴上了耳机，听到的声音震撼了我，这就是海的四季交响曲，古老的奏鸣，瞬间飞起我的心，随海的牛顿是真的自己。旋律，牛顿的引力，地心的重力，无法去抗拒，跳回出发地，书本在手里，兴奋和莫名，无人的动力，海顿的奏鸣，牛顿的发明，迟钝的自己，还有股憧憬，海顿的旋律，牛顿的引力。我在天上飞。